子硬硬的、鼓鼓的，怎么回事？如恩医生特邀专家周丽萍，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。这个腹胀啊，是个腹部的各种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。这个腹胀、腹硬啊，这个一般的话，肠梗阻的病人会腹胀，你排不出去啊，有积气积液，它也会变硬。另外呢，就是腹腔形成脓肿啦，形成腹膜炎啦，甚至形成腹水啦，这都会腹胀啊，也会腹硬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加以注意，进一步的检查，明确病因以后进行相应的治疗和处理，这才可以解决腹胀问题。腹胀呢，这个有时候也可以是肠道、消化道啊、胃啊、结肠啊、这个小肠啊这些病变也会引起，甚至肿瘤也会引起这些病变。所以呢，这临腹胀啊，要引起一定的注意。硬硬的感觉的话，这个炎症也会啊，比如说这个腹膜炎啊、胆囊发炎啦，甚至阑尾发炎啦，这些这个腹腔的感染啊，都会引起腹胀，甚至会压痛，还会出现反跳痛，啊，这都是腹部出现炎症的表现。